及亲友面前准备结为夫妇。你们知道夫妇的爱情是如何神圣，婚姻的责任又何等重大，也知道这既是天作之合，就必须白头偕老。为此教我以教会的名誉，请你们郑重表明自己的意思。李大文先生和李新颖小姐，你们是自愿来此结婚吗？是的。你们愿意以夫妇之爱一生不尽不爱吗？你们愿意接受天主将来所赏赐的子女，并按照教会的训导教导他们吗？愿意。你们两位既然愿意结为夫妻，就请你们握手，并且在天主及教会面前表明你们的同意。李大文先生，你愿意接受李新颖小姐做你的妻子，并在任何环境中一生敬爱她吗？李新颖小姐，你愿意接受李达文先生做你的丈夫，并许下在任何环境中一生敬爱他吗？我愿意。我李达文如今在天主台前愿照圣教会的法律任你以是你做我合法的妻子，从今以后无论顺境或逆境，贫贱或富贵，疾病或健康，我都要协助你，支持你，安慰你，一直到天主召我生你的男人。我现在是宣誓向你保证，对你忠实、终身忠实。我李信如今在天主堂前，愿照圣教会的法律，任李达文做我合法的丈夫。从今以后，无论顺境或逆境，贫贱或富贵，疾病或健康，我都要协助你、支持你、安慰你，一直到天主召我升天的那日。我现在向你宣誓，向你保证，对你终身忠实。天作之合，白首偕老，愿慈爱的天主加福你们。教会双方家长和亲友面前慎重地彼此许下这份承诺，让我们感谢天主撮合了这段婚姻。